大家好，这篇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用火狐下载 YouTube 影片。 YouTube 上有很多好看的影片，但有时候会被下架，所以如何下载影片保存变成 YouTube 爱好者的常见问题。首先打开火狐，选择精选扩充套件，在搜寻栏位里面输入下面这一串英文，看不清楚的话可以到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位直接 copy 就可以了。按下右边这个按钮，选择允许，选择立刻安装，选择立刻重新启动，这样子就安装完成了。我们现在开启 YouTube， 影片下方多了一个 download 的按钮，点开之后有很多选项，都是这部影片可以下载的画质，我们选择最高画质。选择存档。下载完之后开启这段影片。影片成功下载了，下载你想要看的影片保存，可以随时观看，谢谢。